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怪物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《国军搞什么》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，我不知道你有多老，一轮序站安全士官就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麻烦帮我按赞、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，谢谢大家。卫少的轮值一直是士官兵最关心的，有没有夜少更是一个重要的指标。但是我常说的，军中是一个阶级领导、人治管理的组织，执行官排定好的卫少，他总是有一万个借口来打消你反应的理由，这也真的是绝了。菜鸟小兵总是只能把苦水往肚里吞，部队里面卫少不公平的情势是一直都存在各部队的，就算是大轮回轮值，也只能做到尽趋于公平。那如果连大轮回都没有的话，那排出来的卫少简直不能看啊。有几个执行官就有几种风格，这就厉害了吧。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卫少轮值最不公平的种类，安全士官。大门卫少没有问题，待命班就那几个人，按照轮序一直排下去就好。战勤轮值更没有问题，就那几个幕僚排不好也很难，而且那几个幕僚可是爱计较了，还要区分平日班、假日班、星期五班、一日休假日班，不公平也很难。最有问题的就是安全士官，各连的潜规则都不一样，有的连队士官长阶以上不站，有的连队上士阶以上不站，哪来屁话那么多？安全士官就是全部的士官都下去轮值，这样最没有问题，这样最公正。了不起就是督导长跟执行官不要纳入排序，你上士15年又怎么样？你就是士官嘛，把你排入安全士官也是刚好而已。不要老是用你的年资来欺负那些学弟学妹，不要老是在主官旁边咬耳朵，难道你们过得还不够舒服吗？如果你们下去轮值的话，执行官还不是会排爽哨给你们？国军就是由你们这些不孝的资深士官，才会被基层年轻的学弟学妹看不起，才会让他们觉得军中很黑暗，不就都是你们这些资深的士官造成的吗？以下就跟大家分享我单位内发生过比较特别的安全士官执勤事件。今天站两次动两的安全士官是一个下部队不到半年的下士，我在2:30的时候被他摇醒，因为安官桌就在我房间外面，应该是就近所以叫醒了我，然后跟我说他叫下一班哨3次了，他到现在还在睡，好像没有来接哨的样子。我心里就在想，这应该找执行官吧，找我做什么？算了算了，既然都把我摇醒了，就帮帮他吧。我去叫哨的时候，那个上士吓了一跳，我说你这凹太大了吧，赶快起来站哨。然后我就跟他在安官桌等了一会，不对啊，都过了10分钟了，怎么还没有看到人？我又到了他的房间，他老兄还在睡，我看到整个快疯了，我抢了安官的警棍，直接往铝床旁边给他一棒，看他跳起来后，我给他一句，我给你3分钟完成交接。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走到安官桌，他衣服穿了一半就冲去安官桌了。我知道叫他很难，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么难叫。你们有遇过这种人吗？第二个案例真的让我深深的感觉到何谓情同姐妹深。有时候执勤安全士官的时候，难免会遇到一些临时状况，可能是后勤官要找你啊，刚好要参加一个会议啊，想要上厕所啊等等。这个时候呢，你通常应该会找一个跟你最要好的人先帮你卡一下哨，比较熟的话应该就是会代理，比较不熟的话应该就是交换。代理不用还，交换是要还一般哨的，夜哨的话应该都是交换才对，总没有一个人会笨到免费帮人家值安官吧。但是我就看过一对女士官同事，一个一期的，一个7期的女士官，说她们情同姐妹真的是远远不够。这个7期的女士官无怨无悔帮这个1期的女士官执勤夜间安官，时间长达5年以上。我真的非常佩服这个7期的女士官，竟然可以浪费自己的睡眠时间无偿帮学姐执勤，这真的是太伟大了。你们有遇过这种人吗？安官的轮值并不是每天都有，有的部队甚至3-5天才轮到一次。如果连这个样子都没有办法维持公平性的话，你这个连队肯定有更多不公不合理的情势发生。因为很简单，各项卫少轮值表都是要存查的，有资料可稽，你都可以乱搞。
倒了，可见你这个连队有多么的黑暗。希望各级主官都能拿出你的良心，以维持各项卫哨勤务的公平性。以上是我针对我不知道你有多老，依顺序再安全士官就对了的分享，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咯。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，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，谢谢大家。